来点磨牙追剧的小零食吧，之前都是给发一箱的啊，现在个位数，到时候给咱们一箱再送一箱，一箱里边是这样的八包，然后一包里边好像是八根啊，我打开看一下，有点忘了，不是八根就是六根，哦，六根六根六根，它里边是添加了椰子浆的啊，椰子味特别的浓郁，嗯，添加了椰子浆、鲜鸡蛋，嗯，特别酥脆，而且它不齁甜。可好吃了，真好意他们家的，他们家做小零食做的可好了，又划算又好吃，这性价比可高了，他家的东西品质比较好，而且价格还不贵，咱们再打开包上给我碎的啊，嗯，还都挺好的，你看都很完整，甜度刚刚好，四分甜左右吧，它里面是空心的，没有夹心，有的时候吃完火锅烧烤麻辣烫就想吃点这甜甜的小零食，我还特别爱吃这种脆的，咔哧咔哧嚼着的感觉很解压，这个椰子味还真的挺浓郁的，咱说啊，好吃，我闺女就特别爱吃小蛋卷，从小就爱吃，现在还那么爱吃，你看每一盒都特别完整，都很好，没有碎的，它这个椰子味还挺浓郁，然后鸡蛋味，然后淡淡的小甜味搭配特别好，一点都不会腻，好吃。